我感觉我的女性观众们都比较喜欢看生活 vlog 是不是？然后今天马上就要上传一期比较干货的一期视频了。这期视频主要其实就是讲 Kiss、Supreme 还有 Palace 这三个品牌，然后哪个牌子就分析他们质量，然后其实他们三个牌子都属于比较那种卖文化有点卖 logo 这样的牌子嘛，但是就是说相比来说，看这三个牌子哪个比较就是用了花了那个相同的价格买的东西质量更好，我这期视频主要是讲这一点。然后现在准备去吃个饭，然后前两个事情总是有人说我胖，这个点我真的是要跟你们讲一下。那一天昨天那个视频我拍的时候一晚上没睡，脸肿像个猪头一样，然后今天是吧，你们突然间秒瘦是不是？所以是吧，这个没有胖啊，他妈天说老子胖，操妈的。先让我喝口热水压压惊啊！首先呢，这一天啊，先给大家展现我的大屁吧。大屁，轻点，别摸他肚子你就抱着说。大屁，跟我的粉丝们打招呼。他不喜欢你啊，你把他穿他身上不臭。那来看镜头。这是大屁啊！快去 follow 我的大我，哎呀，快点，快去 follow 我大屁的 Instagram， 我也给他创了 Instagram。快去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我平常会 po 一些他的日常在里面，你看他多可爱，大皮是不是？啊，大皮。哇、哦，好可爱！他看镜头的时候，大皮好看。给我的粉丝们打个招呼，说 This is Kick。视频主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个品牌 Kiss、Supreme 还有 Palace 这个质量的分析啊。然后因为近两年来大家买的牌子其实也就这三个牌子，就来回选，可能有时候买 Supreme， 有时候买 Kiss， 有时候买 Palace。然后但是其实大家就是对这三个牌子的质量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说 Kiss 的质量好，有些人说 Palace 质量好，但是都没有人说 Supreme 质量好，所以你们懂的。所以其实今天我拿来的就是这三个非常他们这三个品牌特别经典的款式来做一个对比，因为我觉得经典款式的质量能代表了一个这个整个产品的一个整个生产线的一个质量。所以呢，这期视频主要就是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东西。好了，我们开始这期视频之前，大家记得新看我影片的记得订阅我的影片，我会分享一些潮流的生活，还有一些汽车方面的一些影片嘛。然后还有我日常的 daily vlog，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大家记得来 subscribe 我 channel。然后同时呢，记得去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微博。OK， 我们现在来开启这期的影片。现在来看第一个单品，就是 Palace 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我也不知道它是这个具体的什么名字啊，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它叫 logo shirt 哈，因为它其实这个整体的这个衣服上都是两个大的 logo， 一个 Palace 前面一个三角形的 logo， 再加上后面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alace 三角形的 logo， 可以说 Palace 最经典的产品了。首先呢，因为我这个东西已经穿过好几次了，这个产品呢，就是在穿在身上那种贴肤感，我觉得是 Kiss 和 Supreme 没有的，就是它穿在身上那种贴肤感会让你觉得这件衣服非常的舒服。其次呢，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的走线完全没有让我看到有非常多余的线头的方面，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于这种潮流就是潮牌这些衣服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说明它在做工上是花了一定的功夫的。 OK， 我们讲完了这件衣服它这些走线段，我们再注重最重要一点，就看它的印花，印花好不好，其实就是看它这个印花它有没有，就是你比如说细微的看它有没有那种非常细小的干裂，因为这件衣服买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如果它比如买一个月之内它就出现一种干裂的情况，这说明这件衣服的印花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我有在看，就是这样，我这样细微的看这个前面这个三角Palace 的这个 logo， 并没有出现非常大的那种裂痕，然后整个的印花也是非常的饱满，颜色是非常的匀称。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后面这个后面的印花呢，整体来说也是通过刚才那样子的方法来看，也是非常的匀称，非常的饱满，就不是像那种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如果印花不是特别好的衣服，就穿上去有种那种后面很贴后背那种感觉后面捂着的感觉。但是这个呢，印花这边后面这个三角形印花呢，你穿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的就是捂，然后它又会非常的透气。所以我觉得Palace 这个
这一件 shirt 这个质量，我觉得十分里面，我觉得我得给八分，印花上我觉得给十分，这是我觉得这个印花是非常非常对得起它的价格的。然后这个价格如果你是 retail 买的话，估计就是五六十美刀，因为我是加价买的，可能就是100多，可能带200，但是我觉得价格绝对对得起这个质量。OK， 我们再来讲讲这件衣服的版型。其实一件衣服版型挺不挺，非常大程度决定你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Palace 这件衣服它版型呢是非常的挺的，因为它这边就是领口的设计非常贴合你的脖子这个部分，所以它没有过大没有过小，因为过小的话就会穿的略显娘，但如果过大呢又略显邋遢，所以这个领口的设计那种大小是正好好的。肩宽这边也是非常贴服的设计，所以这件衣服的版型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 Palace 这件shirt 整体的版型啊，我觉得十分里面我能给九分吧。我们的 Supreme 大 P， 你看 Supreme。所以今天 Supreme 呢，就是所谓的 Brooklyn Bogle， 就是布鲁克林啊 ，Box Logo 对吧？这件衣服我已经穿了很多次了，夏天的时候也穿，冬天的时候也穿，因为它贵是吧？能显示出我尊贵的身份。但是这件衣服首先是这样，我从来没敢洗过它，因为我觉得这件衣服只要你洗了之后，它的印花就会非常的刺。大家可以看我给印花的一个特写，这个特写就是我平时穿的衣服都是比如说穿内搭左右的，但它中间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上面有种染色的感觉，而且你可以看它的印花非常明显的没有 Palace 的印花好，摸起来是那种很粗糙的感觉，不像 Palace 那种非常贴服在衣服上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看，就是可以看看这样子就刚刚那个检测方法有稍微这边 R 这个部分稍微有点裂痕的部分。这件衣服我也就买了3-4个月左右，所以我就觉得印花这方面真的还不如 Palace 那边。我们可以看整体衣服的走线，整体衣服的走线呢，我觉得我想说一点，就是 Supreme 这个领口这部分它做的也是没有 Palace 那好，因为领口这部分它略显有种那种松垮的感觉，不像 Palace 那一件那么的服帖，那么的紧，就收紧的感觉。所以box logo 除非就是你其实穿 box logo 要你一定的身材，如果你的身材属于那种偏瘦或者又偏胖的，一定会不会穿出它 box logo 所应该有那种感觉。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怎么穿这个 box logo， 因为它对这个身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像我一穿就会穿的虎背熊腰的，很莫名其妙。然后再看这件衣服整体来说材质方面，我觉得就是很正常白 T 的那种，你其实在外面各种品牌买的白 T 那样子的材料，也没有说特别厚实，没有说特别的轻薄，跟 Palace 比呢，我觉得还是没有 Palace 的质量好。所以这件 Supreme Box Logo 就所谓的 Supreme 最经典的单品，我个人觉得没有 Palace 那件最经典的单品好。整体的无论是印花版型还是材质的话，都比我刚刚说的那一件降低的，我觉得要一分吧，每一个都降一分。但是这件毕竟是它最经典的商品，我觉得它的质量还算过得去的，不是说那种非常过不去的质量，也没有说刻意要诋毁 Supreme。但是这件 Supreme 这件价格呢，是真的有点稍微有点昂贵，因为现在 resale 可能到600-700多美金了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用600-700美金买一个这样的 T 恤吧，不是特别值。这是我对 Supreme 这个经典的这个衣服的一个看法。我上一期做球鞋测评的视频的时候，穿了那件 Coca-Cola Kiss Box Logo 这件衣服呢，很多人都说这件衣服非常好看，这件衣服很怎么样。这件衣服就是我穿之后，其实大家好多人都问我说在哪里买，怎么样，尺码怎么样。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良心、非常非常走心的一个测评。这件衣服，首先这件衣服我要先夸它，两点优点是两点。首先材质非常的厚实。我觉得在北美这样，比如说那种入秋非常快的城市，比如说多伦多，比如说纽约，或者说北美任何的基本上城市入秋非常快的，这件衣服的这个材质，这个厚度呢，材料的厚度呢，都可以让它完美的让你度过这种早秋的这样的季节。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这个印花实在是太棒了 ，Kiss 的印花真的是这三个里面最棒最棒的。首先，它的印花非常非常的就是那种厚实，然后它摸起来，而且它是那种有点像那种反毛的印花，摸不是说那种普通的那种，比如说 Palace 和 Supreme 那种印花。
我们可以看最有特点就是后面的扣啊，这三颗星这上面，这三颗星是完完全全这种刺绣上去，而且刺绣的这个我觉得精准度非常的高啊、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是，虽然它价格 resale 价格完全没有 Supreme Box Logo 那么高，但是我觉得这件衣服的整体的用心度还有它的工艺程度完完超越了 Supreme Box Logo， 毕竟它那件 Box Logo 有点 High Beast 成分。OK， 所以这件衣服就是两点，这个优点讲完了啊。首先，然后接下来我要讲讲它的缺点，缺点就是什么呢？穿起来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它因为后面大面积的印花，然后呢，有时候贴在身上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扎扎的感觉，你知道吗？大家应该会有那种感觉，比如说后面你图案特别多，你会有感觉后面很重，然后它贴在身上的时候会就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一点不好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版型的部分 ，Kiss 的版型，我觉得有可能有点偏往就是欧美的那些身材的一些人往他们那样的靠，并没有考虑亚洲人像我们这样的身材，所以它领口的设计稍微有点大，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外脖子粗啊，因为这个领口是真的跟刚刚那些两件比真的大了好多，所以显比较容易发生一件事情，这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件衣服可能穿上去会有种非常 oversize 的感觉，就没有那么贴身，然后呢领口也没有非常的紧实，不是说那种正正好好那种领口的感觉，然后会穿上去会让你觉得这个衣服略显邋遢，有点松垮的感觉，这个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呢，就强行说第三个缺点吧，可能就是这个颜色，因为这个颜色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驾驭这个颜色的。当然我是只说这一件，只是跟大家说这一件，因为这个颜色需要一点长相，是吧？我自我吹逼一波啊，需要一点长相。当然，我觉得整体的搭配还是看整体的感觉。如果你整体的搭配都很不错的话，就算脸不是那么过得去，都是很 OK 的事情。这件 Kiss 这件 Box Logo， 我觉得它的印花方面，我觉得是10/10，但是我觉得版型方面呢，可能就真的有点。我觉得可能有点差点意思，可能就6/10，但然后那个材质方面呢也是10/10，所以呢，在 Kiss 在这三个品牌当中，真的就是我除了版型，我觉得真的有点脱颖而出的感觉，无论是做工还是它的价格呢也没有说特别的贵，也就 resell 的话也就是$100左右，所以呢，我觉得 Kiss 这件 Box Logo 是今年。我觉得至少是今年这些大牌发过任何这些经典的这些，比如说 Box Logo， 比如说 Palace 这些东西 ，Kiss Box Logo 是最值得买的。相同价格定位来说，相同经典的单品来说，我觉得另外两个牌子更加有了性价比。当然，如果要说 High Beast 程度了，那当然 Supreme 更 High Beast 了，是吧？哪有一个 High Beast 没有一件 Supreme Box Logo 嘛？所以老子他妈也是个 High Beast 嘛，所以我有 Supreme Box Logo， 对不对？OK， 这就是这一期的视频。的屁！别摸肚子，超的屁！别摸肚子，的屁的屁的屁。好了，给大家打个招呼，打屁，快点，打屁，给大家打个招呼。This is working。哎呦呦，吓到了。所以呢，最近养了狗嘛，真的有点忙，视频更新稍微有点慢，大家记得体谅一下，毕竟我有个小宝宝要照顾一下，是不是？是不是打屁啊？打屁，高级的要死，我的大屁还是很好看的，有没有？大家记得去 follow 我大 P 的 Instagram， 然后呢，这就是这期的视频了。我跟大家讲的是，就是我的这个代买的这个服务啊。代买服务呢，要跟大家非常好的解释一下，我代买服务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大概新西兰或者世界各地的那些国家，只要邮费，只要我能邮到的地方，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个 Store X 的代收。因为我在美国呢有 Mailbox， 已经有大概5-6位粉丝已经向我就是做了这个服务啊，然后我也非常就是称职的把他们已经发出去了，然后这个收费肯定是我毕竟是要有一个收费的项目，然后比如说你们从 StoreX 寄东西直接寄到你的国家的话，是不是有30%的税？然后我呢，我是帮你拿好 handle 过来，然后我只收最后你们这张球鞋成交价格的10%。所谓意义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双 Easy 300美金，我收你30块钱的手续费。然后呢，邮费当然是自理的，我只是说帮你 handle 过来，把你这个鞋拿到我这里，我帮你代寄，这我所收的费用就是这个的费用，然后还要去除一些就过海关的一些风险乱七八糟，所以我说，所以差就我的代买服务差不多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你们
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这个进群。我有一个，现在有一两个，我有两个粉丝群，你可以进这两个群。我这个群里面有一个二维码，你们有什么需要呢？可以在群里直接跟我说，是不是大 P？ 快来找爸爸找代买！ OK， 这就是我代买服务了。这感谢大家，就是大家的耐心啊。我马上为3600粉丝，我希望在这个月之内可以突破。啊，这个月应该做不到了。十月份之前，给我突破4000，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这期视频，大家下期再见。喜欢 cake， 大屁，跟他们说再见。再见，傻逼。拜拜。